唔经唔觉，生生不息已经嚟到第七集啦。Gigi 严明熙嘅深淡 solo 舞台再一次惊艳大家，将 G 式唱腔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令人听到毛管动，仲冲上微博热搜添啊！由这分钟开始计起，春风秋雨间，恨我对你半年时间，妈妈的心淡，苦情账单，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。呢首歌非常之有难度，因为我觉得佢嘅包含嘅 range 都好大，所以咧，我就系将佢有一啲位置改咗一种感觉去唱，咁就希望可以带嚟一种新啲嘅感覺，同埋希望可以俾大家感受到我好似鬆容少少。網民都話你非常之好，咁話你嘅 G 腔咧比之前喺星夢嘅時候運用得更加自如。非常之多謝大家中意聽 G 腔，因為其實呢首歌比較偏密嗰啲字，所以我就唔係加好多入去，因為我要揾啲位置係可以適合加。然後我先再加，不是说哪一个位置都加，因为这样的话，如果我作为一个观众的话都会觉得比较乏闷，所以我就在特别是人间那个位置去加。所以很多谢大家，还有很开心大家会喜欢听呢次演出，连原唱容祖儿都发文赞唱得好听。其实 Gigi 每次表演都落足心机做功课噶。呢次节目组就特登揾咗 Joey 同 Gigi 视讯交流 ，Joey 都向 Gigi 传授唱呢一首歌嘅秘诀啊。这首歌你不能够太过害羞，你要放开来唱。地狱又去翻天噶，要咬得好实，但系又唔可以真系咬到硬晒，呢个先系最难嘅嘢咯。啊OK， 有夸张，有夸张，那么害羞，害羞就还是有，因为我比较慢热。如果我在，你就不会害羞了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我就是会逗你，逗你玩。快点来。Joey 向 Gigi 俾咗咁多意见，唔知边一点系令 Gigi 觉得最深刻嘅咧？因为本身我系好忐忑不安，但系当佢一出现嘅时候，同埋讲咗一啲关于呢首歌嘅感情啊，点样去运用，同埋点样去运用技巧，所以我就系听祖儿老师嗰种感觉之后，我就去演出嗰阵时再投入嗰种感觉落去。之后我觉得今次真系冇咁怕丑咗，然后亦都可能因为佢嘅出现就令到我安心咗，因为本身我非常之担心呢首歌，我觉得自己好似掹掹紧咁样，但系佢一出现咧就令到我安心咗好多，所以当演出嘅时候我系放松咗好多去唱嘅。Gigi 的人气持续急升，微博粉丝由一开始的几万，直至6月6号已经有426,000咁多，而他所唱的《心淡》更加打入内地音乐平台巅峰榜视日榜的第三位，有这个成绩真是可喜可贺啊！好多谢大家咁支持我，然后亦都好多谢大家喜欢听我唱歌，然后亦都好多谢大家关注我，之后我会继续加油，继续去努力，然后做好自己。